懂你能不能买一个解压手表，再买一个响点？哇，小朋友啊，你这个可是音乐啊，你在哪弄来？这是我爷爷给我的。哦，那爷爷给你，让你来干啥？来卖啊，看看能不能值6万块钱。6万块钱？嗯。这为什么非要6万？因为我今年过年得了6万块钱的压岁钱，我爸给我，抢走了，他偏说是他的。我问他，他为什么要抢走？他说，别人的父母给我钱，他也要拿他的钱，给别人小朋友。那对呀、啊，这是说的对呀、啊。那你但是我的钱呀、啊，我点的铁盆一个头磕回来的。那都有道理，都有道理。别的长辈啊，给你压岁钱，你的父母啊，也要给别的小朋友压岁钱。也相当于是换的，换我都想用压岁钱买一个电话手表，再给我妈买一个项链。那你现在钱呢？钱被我爸抢走了。相当于被你爸没走了。那你这个银元爷爷为什么要给你？爷爷他说的是乖孙子，不用我的钱，用爷爷的钱，爷爷给我一块这个东西。哦，确实确实，但是小朋友啊，有啥说啥，这一块是银元确实能换钱，但是换不了6万多啊。而且你自己来了吗？我爷爷在外面等着我。那爷爷为什么不进来？因为我这今年的补习班，我学的是口才，我爷让我自己进来正好练我的口才。对对对，那行吧，你这是叔叔新年以来接待的第一个小朋友，叔叔给你讲一下吧。首先啊，你看你这个是银元，银元是在民国发行的，现在是2023年，离现在100多年了。然后你这个是十年，你这是真的？爷爷就这一个吗？还有没有其他的？爷爷说给我准备很多。那你可要对爷爷好一点啊，这能换好几个电话手表。首先啊，看你这块银元吧，原汁原味老保浆，但是这个位置啊有伤，就好比你买衣服一样，如果衣服破了，是不是就不值钱了？道理也是这个道理。然后再看你这有没有什么名牌的衣服吧，你看你这个是10年，然后这个位置看到没有，空心眼，这就是10年800，是一个小名牌。然后这个位置有个油运珠，下面你看到没有，1、2、3、4、5下五珠，这都是小名牌。小名牌的话会让你这个银元买贵一点。贵？对，这个的话我能给你鼓到1200没有问题。1200？对，你买电话手表还要给妈妈买了项链要多少钱？你还没问嘞，那咋弄啊？你看这东西是给我不给我啊？那毕竟是我爷给我的，那还是不卖了吧。对对对，小朋友你说的对，因为啥吧？你看刚才我就说了，这穿了100多年了，一代一代人穿下来了，有可能啊是你爷爷的爷爷小的时候给他嘞，对不对？你想你今年多大年龄？7岁。7岁是吧？7岁现在用电话手表啊，还是太早嘞。是这样，小朋友啊，你才7岁啊，应该算1年级或者2年级。电话手表啊，等你上初中的时候，父母就会给你配了，这个别急。然后呢，你想给妈妈买个项链，对吧？你可以直接告诉妈妈，然后给妈妈要钱，让妈妈给你买。然后这个银元，我刚才说了，这有可能是你爷爷的爷爷给他的，好好保存。叔叔教你一下什么银元最贵吧，什么是大名牌啊？像这个是8字，你认识吧？8年贵，然后带龙的，背面带龙的也贵。这个能拿吧，我看你爷爷在外面，还还给爷爷电话手表啊，等咱长大了再买，行不行？行，谢谢叔叔。没事没事没事，真乖。